嫁给我吗？王鑫，你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我愿意。来不及爱，来不及痛，来不及牵住你的手，原谅我脚步匆匆。来不及爱，来不及痛，来不及再想。好了，我答应你啊，从明天起不去杨子的上班了，让你心里踏实点。来不及爱，来不及痛，来不及。你就打算一直这样不下来了？我不要了。好，再见，谢谢他。走了，回家了。哎，等一下，鞋拿走。走喽。哎。霍总人呢？他在会议室。霍总好。先前积累下来的客户呢，我都对接上了。一个都不少。宜信财富的投资呢？明天就到账。霍，你把手头的工作停一下，我跟你商量个事情。你说。我想来想去，觉得公司的 CEO 还是由你来当比较合适。你看啊，无论是从管理上还是技术上，你都比我强，是吧？咱们这次东山再起。就是要让所有人对你、对咱们有惧，刮目相看。行，就由我来当 CEO， 但我要兼法人。哎，你这法人这种扛雷的事儿，你交给我就行了啊。老谷，这一次就算天塌下来，也应该由我来顶着。有事儿一块扛。再说了。天塌不下来。我白天不是在做梦吧？傻瓜，当然不是。
他还写诗呢。不来的是狗熊。老婆。嗯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仪式太简单了？不会。有你在，一切都是最美好的。再说了，今天来的都不是外人，有你们在，我已经很幸福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帮人怎么还没到？怎么，着急了？还有半个小时呢。我怕他们堵车。你是怕他们把咱们的事儿给忘了吧？没有，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。毕竟在他们的记忆里，我留下过深深的烙印。可是这烙印留得太深，岂不是要留下一道疤？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说错话了，你原谅我，我原谅我吧。哎，老顾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给王子备的礼金太薄了？放心吧，我敢保证，这绝对是他最喜欢的。哎，心情，你到了怎么不先进去？我等杨子呢，他说怕一个人进去尴尬。杨子也会怕尴尬。女人的战争，你们是不会懂的，更何况今天是黄欣怡宣布主权的日子，杨子心里能好受吗？哎呀，黄欣怡还是厉害啊，骑得晚，赶得早，算是把咱们都比下去了。你们先进去吧，我一个人等他就好了。我陪你吧。嗨，不就差这一个人了吗？一起等吧。一鸣，我不是让你一个人等我吗？你让他们在这站着干嘛呢？给你壮胆呗。用不着，我杨子是那么胆小的人吗？反正现在我已经做好心理建设，今儿啊，绝对不会让你们看笑话。王子，黄欣怡，人都到齐了，准备出门迎接了。哟，老几位，我想死你们了。今天呢，我要感谢，首先我要感谢科技发达，让我群发了一条消息给你们，尽管有些人没回我，但我还是挺欣慰的，因为今天你们都来了。第一，最近我和欣怡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。今天请的都不是外人，都是我和欣怡最亲的朋友。感谢你们，能陪我们一起见证着幸福的时刻，也感谢我的青春记忆里有你们陪我一起走，我敬你。哎，王子，打住打住啊！你们俩是结婚了，那是再见青春，我们几个可没老啊。杨子，我啊还正值青春呢。杨子，我谢谢你。咱们俩打过闹过，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，你不但帮了王子，还帮了我。我要谢谢你。今天借这个机会，我为我那天在酒吧向你道歉，希望咱们俩以后还能做好姐妹。走着瞧呗。欣怡，其实你真不用跟他道歉，
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就靠两件事扛到现在，一个呢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一个呢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心情，能不能别拆我台啊？咱俩之所以能当无敌闺蜜啊，那前提就得是臭味相同。你这么说我，你不也这样吗？现在呢，我们四个女人当中，心仪你是最幸福的。我杨子真心的希望你可以一直幸福下去。谢谢。王子，好好对他啊，不然你可真对不起我这个退出者。行了，今天到底是黄欣怡的订婚宴呀，还是你们几个挨个发表获奖感言的日子啊？少说些那些肉麻的话，来，来点实际的。红包送上，祝我们的黄欣怡百年好合。天，拿着。欣怡，这个是我跟杨子两个人的，虽然没有他的厚，但是呢，也是我们一片心意。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我跟王子都说了，不说了。哎，老婆，收着，等他们结婚的时候再给他们随回去，就不给你算通货膨胀了啊。嗯，祝贺你。哎，王子，这是我跟老谷为你准备的。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像两口子一样，包红包还包一个？这也太薄了。这里面要不是银行卡，咱这关系就算掰了。名片，能不能看仔细点？有据伟业执行副总，王子。什么意思？谁给我解释一下？我跟老谷从钱小福的手里买回了有据，现在就差你一个人，王总。很意外吧，王总？王总。干什么？你们啥都不跟我商量，你把我当什么？王子，他不光瞒着你，我帮着谷总到处拉投资，今天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事儿啊。哎，行不行？你给个痛快话呗。想让我回去是吧？行，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执行副总不能只管执行，什么大事以后你们要跟我商量，而且我要有一票否决权。行，这条答应你，还有两条呢。嗯，还有两条，我没想好，我先回去再说。行。想到再说嘛。其实王子今天最想见的就是你们俩。我们俩决定结婚的时候，第一个想通知的也是你们俩。本来想着我结婚告诉你们，我结在你们前面能骄傲一会儿，没想到你们放大招感动我。老谷，对不起。别说对不起啊，王子。该说对不起的人应该是我。你们俩行了啊，行了。不一样。我那时候心理压力太大了。但是我离开了之后，
我真的特别想你们。老胡，我在天桥唱歌的时候，老想给你打个电话，问问你工作找到了没。老郭，我也想问问你有没有饭吃，吃不吃得饱。老话不说了，三穷三富才到头。咱哥们儿穷过，也富过。要是这回咱再富起来，我希望这次时间能长点。你说吧，想多长时间？我不贪心，就一万年。为友情，为爱情，为这一万年，干了，干了，干杯。十二，十三，十五，十六。你选吧，我选，我选大冒险。王子，我觉得你会死得特别惨的。大冒险，大冒险，老公，我喝多了，我自己都害怕。大冒险，不要换话，我选真心话。别，你都行。来不及了，王子，这是五味汤。人都说生活就像五味杂陈，今天你喝了这杯汤，让你先尝尝将来的生活什么味儿。来，别啰嗦，快，干了！快点，喝完，干了！哎呀，我好想知道你感受是什么呢？五味汤好喝吗？哎呀，我非常担心我的婚后生活。我告诉你们几个啊，这么坑我是吧？嗯，今天不闹出人命，谁也不许走。谁不许提建立起啊？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。啊！老郭，小倩，霍志远，真心话，大冒险。我选真心话。上海，你那么对我，后悔吗？你俩发生了什么？哎，还用问吗？这种事情不用知道故事内容。哦，小倩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哎，你能不能玩啊？真心话是你选的。我知道在感情上，我们认知有所偏差。是因为我没想，就问你，后悔，还是不后悔？不后悔，因为我好了。本轮游戏结束，你们继续啊！啊，倒好了，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五、十六。十八，哎，今儿男子天团全军覆没啊！我来，我干。小伙，真心话，大冒险。我选真心话和大冒险。你少给我打马虎眼啊！你这俩哥们儿，一个选了大冒险，尝尽了人间百味；一个选了真心话，体会了人情冷暖。真心话大冒险，二选一，赶紧的。大冒险。题目我早就想好了。哎，这儿，亲我们家心情十秒钟。哎，没你这么玩的，人家选大冒险，你看我干嘛呀？你就是游戏道具。龙晴，亲心情十秒钟。你怎么不当游戏道具？闭嘴！快，加油！浦东青，加油！加油！老郭。
老虎上，老虎上，老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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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上哪？不是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刷牙去是不是？我们家心情不坚定。我相信金花自己，你知道就行了啊。我能不能换只金花？也行。那我问你，你到底爱不爱心情？哎呀，说那么多话干嘛？满意了吗？心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掩护啊？干嘛呀？玩游戏吗？干嘛那么认真？你也该认真点了吧？吴冬青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杨子，你坐下，游戏继续。我话还没说完呢，心情，古冬青，你以为你俩之间的关系，这一张餐巾纸就能代替得了吗？说过的话，一抹嘴就算了吗？流过的泪，一擦干就忘了。你们俩非跟这玩什么苦心纠缠、无言面对啊？还有你马小倩，你听好了，不是跟你没关系啊。你刚才跟网红说的话呀，我也听明白了，在上海。你俩没有什么好结果，不过我现在跟你情况一样，你没有拿下霍志远，我杨子也没有拿下王子。我问你，咱俩能不能给女人争口气？能不能？杨子，说得好，到咱这个岁数啊，关系处到这份儿上，那是伤也伤不起，断也断不起。感情的路上，能踩一脚刹车就踩一脚刹车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破坏了彼此最美好的回忆。世界这么大，你换个人陪你去走走，都放彼此一马。王子，你说的就冲这句话，都放彼此一马。金怡，小健，金怡，老婆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我干了啊！再度眼中痛泪，我不想留地，你的心空虚，盼望你别再让我尽背负太深的罪，我的心如水，你不必痴醉，哦，你可知谁甘心归去？你与我之间有谁？是缘是缠是童真，花之缘。哎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西服啊，鞋子、袜子都在里边，还有衬衫、领带，你快去试试，不合适我得去换呢。你是今年迎新晚会的主持人，我必须把你从头到尾好好包装一下，帅过张敖。就是他了。盼望那片虚耗会共你在远方相聚。这么多年，我在你心里就只是好朋友吗？霍志远，你是因为创业不能结婚，还是你这一辈子都不想跟我结婚？我是不想，我不想伤害你。我有那么不好吗？我有那么不好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就是一个铁石心肠，我马小青也该把你捂热了吧？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
到咱这个岁数啊，关系处到这份儿，那是伤也伤不起，断也断不起。感情的路上，能踩一脚刹车就踩一脚刹车，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，破坏了彼此最美好的回忆。世界这么大，你换个人陪你去走走，都放彼此一马。王子，你说的，就冲这句话，都放彼此一马。还是爱，有为有罪有付出，还有忍耐，是人是长是寒冬，藏在眼泪，有日有夜有幻想，无法等待。番滋味。大家都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啊。这个有认识我的，也有不认识我的，我真的不在意。我现在给大家郑重其事的做一个自我介绍，我叫王子，我是公司新上任执行副总裁，希望大家以后多多配合我工作，你们叫我王总就好，大家以后合作愉快，好吗？为什么没有一点掌声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啊！大家忙吧，谢谢谢谢。王总，这是您的请柬。你是？我是您的秘书。啊，是这样，这个王总才刚上任，还没有领到工资，你就让我随份子钱，会不会有点儿？我想你应该误会了。这个不是我的，刚才有人让我转交给您。要习惯王总的幽默感，忙去吧。我去，我收到一份请柬，哎，你说这马小倩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结婚那天也没什么迹象，这说嫁人就嫁人了。难怪他那天问老婆会不会后悔，原来答案跟这儿等着。王总，怎么样？第一天上班，一切都还习惯吧？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？请柬收到了吗？谁的请柬？
心仪。这样行吗？我怎么了？没怎么呀。你的脸呀，快掉到地上了，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，还说我惨。我怎么瞧不起他了？看上去都特别好，条件很好，你将来嫁给他嘛，也不会吃什么苦，就是这身材嘛。会变得跟他一样，吐不出象牙，就把嘴闭上啊！没有，我说人家富态，你们俩将来会有夫妻相，不行吗？哎呀，看我都快忙死了，要不你就过来帮帮忙，别老跟我说这些无聊的玩笑。起码我不会拿婚姻当儿戏。谁当儿戏了？没当儿戏，你这说结婚就结婚，别那么激动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想得一清二楚。你确定你想好了？想清楚了？你确定你要嫁给这个人？跟他睡在一张床上？你确定你要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过一辈子？你确定你不会后悔？马小倩，你不能结婚，我跟你说你不会幸福的。拜托了，能不能像别人一样祝福我？你让我怎么祝福你？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你跟他，你们俩躺在一张床上的画面。反正我今天不管你说什么，我已经决定要这么做了。可是我怎么看你现在的状态，都不是要结婚的样子。你别这样了，现在需要的是我最好闺蜜对我的支持。好，我支持你，我祝你幸福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能支持你。哪怕是你将来要离婚，我也支持你。闭嘴！哎，嘘，影响时间，别说了。我想去见见张敖。哎呀，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呀？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想让我去他那儿帮他做事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张敖的中顺集团跟股东卿的有据为业。那是死对头。再说了啊，上大学的时候你俩闹得那么不愉快，你觉得现在你去那儿做事儿合适吗？本来我觉得不合适，但现在我觉得合适了。哎，我怎么听不懂你说什么意思啊？我听说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打败像友居这样的竞争公司，成为业内第一。嗯，我觉得我跟张昂的目标是一致的。什么目标啊？他想打败友居伟业，我想打败股东卿。你不是来真的吧？我从来没这么认真过。你约我见面，你迟到。
迟到永远都是女人的特权。好吧，你想喝点什么？你喝什么，我喝什么。王子跟黄欣怡终于修成正果，看来我真的是错过了很多精彩的时刻。谁叫你上大学那会儿那么不招人喜欢的？你别在意啊，那都是过去式了。人总是会变的。我现在也不想回头看，只想朝前走。是应该朝前走了。你说我们这帮老同学啊，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又回到同一个圈子里，有的变成了同事，有的变成了竞争对手。不过我倒是挺期待与他们的碰撞的。有竞争才有动力，我特别愿意接受挑战。我这个人做事的态度就是这样，要做就会做到最好，不管竞争对手是谁，不管跟谁合作，我都会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。你现在状态就很好。心静，我做事也是这样，我要把中顺做成业内第一。看来我们可以达成一致。缘分总是这样，在不经意之中带来惊喜。你小时候真好看。我只有小时候好看啊，现在更好看好吗？别认错人了，这个，眼睛挺尖的，我还能认出来霍志远呢。你还记得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吗？当然记得，新生入学仪式上，我一眼就看见他了，特别与众不同。还一见钟情呢，你以为我是你呀？其实我那个时候并没有马上喜欢他，我反而觉得这个人太傲了，有点装腔作势。那你什么时候对他改变看法的？老霍花了3个小时给你抓一个娃娃。作为生日礼物，他多少次成功的？我记不清了，我就记得那个下午过得很快，很安静，我就那样站在他的身边，看着汗珠从他鬓角滑落。我们俩刚开始啊互相埋怨，后来玩着玩着，两个人居然有了默契。他每次失败一次呢，我就帮他再往游戏机里投一个币。我就那样傻傻的看着他，看着他那么专注的，就为了帮我抓个娃娃，给我过生日。总有些我觉得我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儿了吧。也算一种成长滋味，刻骨铭心的过往，空了一半双人床，月光下的照片墙，让我无处躲藏。谁说错过不彷徨，谁说爱过不悲伤，已经击溃。
的方位，刻骨铭心的过往，空了一切都过去了。我到今天回想起年少时的甜蜜，或许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吧。那个下午支撑他抓了三个小时娃娃的不是我，是他与生俱来的忍耐和坚持。其实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都是昂着头。我印象当中，我从来没有仰视过任何人，除了他。霍志远，我越是跟他接触，越能感受到他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气质。我爱你，命中注定的逃不了。我爱你，像春风拂绿了青草。我爱你，像流年似水般不停地奔跑。还能有什么比爱你还更重要？水为